洗浴缸哦，等一下我们来泡澡好不好？哎，小朋友，好嗨啊！哥，我跟你讲，等一下呢，特别的嗨啊，好不好？啊，什么是浴缸之王？哎，我很贴心哎，是不是？结果我妹泡澡，还先把浴缸刷干净。啊，这么好的哥哥哪里找？找不到了，绝种啦！有多爱我妹，我录的就有多大。各位，我们这个顶级泡澡浴已经准备就绪，好，放水。我们现在就等这个水放好，好吧？放好之后呢，就可以揪我妹了。好。各位，我们水放好，就是准备要来泡澡了，知道吗？那今天呢，这个泡澡不单单只是我一个人泡啊，我会热情的邀约我妹一起来泡澡。当我游泳，喂，你去冲啊！小姐，干嘛？你不是晚一点要出门吗？啊，你要干嘛？你晚点不是要找朋友？你要干嘛？啊，你出门前我帮你准备了热热的水，有没有？在这种寒冷的冬天泡个澡，肯定是非常舒服的。好了，不要屁话屁话这么多了，好不好？用完之后赶快。我跟你泡吗？我可以勉强我自己跟你一起泡啊。啊，不要，好恶心哦。那个咪呀出去啊！啊，你现在就脏了，就要泡个澡才可以。你不要再挖了。你一口越挖越大，出去。好了，你赶快。在哪里啦？我房间呢、啊？我房间找完了。啊！敢没有尊严？泡完赶快下来找我啊！好了，各位，我们现在要在我妹换完泳装下来之前，赶快。奈，看看我准备了什么啊！这是我的童年，有没有？小时候都加这个。然后呢，我还特别准备了厉害的东西。哎，对，就是这个味道。哇操！我们现在先赶快把这边染成腮腺。哇，把它均匀的。用开，哦呦，好舒服哦！哥，我跟你们讲，这样子远远不够，好不好？来，是时候拿出我们的秘密武器。秘密武器是什么？这个广告页面。变湿的，你要加多一点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哇哦，哇哦，嘿嘿 ，boy， 舒服吗？舒服，爽哈，爽。哎呀，我没有办法陪你一起泡啊，但是呢，我是可以在旁边泡你。爽哦！你站就很不爽哦。各位，我刚刚只是不小心碰到水面，你看我现在。
等一下等我妹起来，她一定嗨爆，看她绝对嗨到翻出来。这么好的哥哥到底哪里找啊？到底？等我妹。哎，我好期待哦。神手阿伯卡列特，激动！麦当劳欢乐颂。我不要这样！我真的没有想到这罐染色会染成那样，好可怕！这不是那罐吧？是我用过啊！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哦。阿波卡大猎头，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一下，你干嘛都来不及，赶紧玩一下。真的要刚出门吗？你要不你你要 cosplay 成一个奇多出门吗？不能，你要我怎么样啊？它不是一样的。啊，你包这样干嘛？你问我包这样要干嘛？包紧紧的。你看他们这样子是能看你呢，全部都是绝色。Check it up.